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提起，失去的爱已失去，谁也不必再追忆。应该很帅。Love is over， 请你不要再说明，过去就像流云，随风飘去无踪影。Love is over， 虽然你总叹息，虽然你总悲泣，如今都已成过去。Love is over， 时光匆匆如流水，流水抚平我心灵，创伤早已无痕迹。虽然过去你曾对我表示过真情意，也曾对你许下诺言，今生我永不渝。为何你止步音讯，撕碎我的心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转身呢，除了他唱得好以外，有一半是我看到那英转过来那个脸，太好笑了。你转过来那个脸是，我跟你说，他让我感觉到就是我没有那么多事儿，我现在就是在唱这个，而且他可以给我带入一个情景。没错，这个是真的不容易。好，先介绍自己。别激动，别激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李安，我英文名字叫 Leon， 我是从悉尼澳大利亚来。澳洲通常打招呼就是 Good day mate。 Good day mate。 Good day mate。 你几岁啊？我今年21岁。21岁竟然敢唱这么成熟的歌，我要坦诚地说，刚才转过来我有点吓到了，因为有些时候我是希望能够我选的选手在外貌上也都很帅很美，但是呢，当我听到你越唱越自信的时候，我真的深深地被迷倒了。对，而且他是特别轻松地就表达有感情的声音，就是具有一个非常有担当的男子汉的那个气魄，唱歌太成熟了。对，我问你，你来到这个舞台有什么感受？是蛮开心很紧张，可以来你们面前四位老师唱歌，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很，怎么说呢，很重要，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。对，哎，你爸爸妈妈支持你吧？本来是不支持的，
近年来看到我参加中国好声音，他们就说哦 ，OK， 给你一个机会去试试看吧。他在这里吗？啊，在这里，对。哎呀，他开心死了，肯定。应该是吧，但是你知道他跟我说的说，如果导师转过来的话，看到你的样子就想转回去，所以就。那慧子刚刚真的跟他讲这个，好声音绝对不会这样。对对，容颜是可以改变的，但是歌声是可以永存的。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好的歌声，让我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吸引，有一种冲动，希望能给你更棒的提升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希望你来我的队，让你的声音每一天伴随着我，真的好听。谢谢老师。你太会唱歌了，21岁。我虽然是比较晚转过来，但是你现在是我心目中第一的人选。哇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还有很多天盲选，对你冷静一点。我跟你讲，我的战队需要有男人味的声音。哎，那我擅长啊。你来我这边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快乐的玩音乐。没关系，情歌呢，虽然是哈林哥的强项，不过改变人是我的强项，可以改造你。我跟你讲啊，杰伦啊，太年轻了，他可能没有办法深深的体会到这种人生。不要这样说啊，那我要怎么说？哈林哥，那我要说你一个故事了。说我的故事啊？我在还没出道之前，在酒吧里面弹钢琴当琴师，在一家餐厅。那个时候有一位艺人，他戴着一个歌手，他戴着帽子头低低的进来，是哈林哥啊。你不要编故事。我没有编故事，真的，这个故事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因为我都没有跟你讲。我其实就是要等到这个时刻才讲。哇，你早就等着我了，对不对？你是说当时你在当我在当琴师的时候，是我后面有没有做一些很不堪的事情？我现在要说了。进广告，天然不刺激百雀羚草本独家特约中国好声音，急速闪充 OPPO R7 拍照手机，提醒您。